姐，我知道了，不念事儿吗？哥，来个糖葫芦不可好吃了。啊，不了不了不了。我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姐，你听我姐。我手机呢？姐，你没挂吧？姐，你咋不吱声了呢？人家那女孩胖是胖点，你说你也老大不小，就算人家是同学，你也不能说人家胖啊。没说你胖。你说啥呢？我听不清，听见没？我姐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不方便。那有啥不方便的？你又不是在人背后说话，真是的，我忘了，不准说人家小女孩胖啊。我说是你不胖，就说的不是你。我跟我姐打电话，电话掉你熊里边了，我就问你，你要把手机拿着行不行？我手机铃声，我忘换了，你这，哎，再见。你这熊怎么喊来来的呢？你手机还我呢 ？Later。啊？谢谢啊。那个，你是在玩 cosplay 吗？刚才？没有，我去公检学拜拜糖葫芦，寻思赚个零花钱。好，那你给我来份糖葫芦吧。谢谢啊。那个，刚才那个手机铃声。挺特别的，没有朋友他们恶搞。哎，对了，你天天在这儿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几乎天天都在这儿。那我能天天过来找你？啊，不是那个，天天过来找你买冰糖葫芦吗？行啊，那你就来呗，反正我每天都在这儿。天不早了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去见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对，你冰糖葫芦。这水姑娘人这么好吗？都？这不是手机啊。